前几天开始写诗写成了乌龙，哦，即摆做摇身一变变人的新郎啦。我甲凯宏哦，就无简单，就互阮外公认同诶。你害羞了噶，还未出小大婚。我搁洗一个行李啊，明仔哦，我就要甲凯宏去登记结婚啦。这内面应该有藏药的所在，咱赶紧来去看卖。伊就是想讲，伊若是无甲金玉做伙死，伊就要搬一出英雄救美，甚至是伊真有可能想要害死的人是我。管这意外是向左心的卢家凤，确实是去对金玉。先放爸爸猪啊！我无听过这个安尼做呢。吴盈盈，你坏多大爱，害人流散，罪不可赦，早有后患，全家死。进去，执行。是。你准备休息。啊！你们抓我。进去。免惊，免惊哈，有我伫你的身躯边。你哪会？你应该无把咱们的代志放袂记啦吼。咱即马来登记，我结婚。我才不爱跟你结婚，我甘愿做吴进贤的小三，我嘛不爱做你的老婆。我替你挡嘴，你先做面来对待我。我好有人陪住你，阿舅你来，赶紧离开。这个金扫把的所在我拢敲过了，完全无人。